9月15日晚，叶一茜晒出与女儿森姐的自拍，附文称：“今年中秋节和我的小姐妹一起过，祝大家中秋快乐呀！”两人还给照片 P 图，十分的俏皮可爱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：“中秋快乐，森姐好美啊！”小猪的那张给我萌坏了。大女神和小女神，中秋快乐！据悉，森姐田雨橙，2008年4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，是田亮和叶一茜的女儿。2013年8月，田雨橙因父亲田亮参加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而走红，成为高人气的小明星。回家过年，不管有没有钱，父母都不会去美院。你可以忘记工作的负担，心底奔涌的都是温暖。